找到我一生的使命了。别赶我走吧，别赶我走。可是他对谁都很好。心不舍，我是大侦探，特别是最重要的，一样不重要。你干嘛呀？就是这样的感觉，我感受到了化妆师每次化完的那种喜悦感。现力演员赵露思，非常谢谢微博能够给到我这个奖项，我是在微博成长。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海外最具人气演员赵露思，谢谢大家，非常开心能够把国内优秀的作品带到海外去。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最具人气电视剧演员赵露思，非常感谢，因为在腾讯长大，从大家看到的陈芊芊到今天。嗨，我又回来了。
了个汗，继续直播。哈哈哈，欢迎露丝。嗨嗨，我早就在啦，嗨。先给我们微博的网友打个招呼来，露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丝。看神友啊，谢谢。现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们都可以收获好运，好运来。Thank you.